好了，你看，好了，好嘞，等等会，等等，行，这个腿还真是有点知觉了，有知觉了，嗯，我昨天看，昨天看出来了，我就跟老李汇报了，我这腿真的有点吃力了，嗯。他蹬是蹬，手上有劲儿的嘛。嗯。你消肿了，但是就看恢复了，谁让能恢复成啥样将来。哎，将来他就是要是肉慢慢的给那钢针能包上。不是，就怕他肌肉也缩了，这个东西咱们。一管水不少吧。